黄色穿起来就会整个很亮，而且你看像搭我现在这件杏色裤也可以， OK, 对，它是比较甜的那种黄色，淡淡的鹅黄那种感觉。然后我喜欢的是它这个地方啊，跟这边它是做那种荷叶边之外，因为有一些这种衣服，它其实这个袖口的地方，它可能会开到就是只有一点点而已，所以看起来就是这边会很 K。可它今天就是开的比较下面一点，然后你要穿里面穿那个 bra top， 它就不会就是露出来，而且又帮你把你的副乳包覆起来。就是这两件其实他们就是很绝搭，就是搭档最佳搭档。然后你看这样穿，就是这个荷叶边也会小，就是修饰我的肩宽的地方，所以看起来就是这个地方其实还蛮就是直接，不会到太紧。对对，所以它这边是比较宽松，所以感觉那个手臂会更修饰。哎、欸，我很喜欢它这个开那么高，那么多哎、欸，因为我真的穿了很多那种，你知道，就是看起来 KK， 然后手臂看起来会比较粗。它这一件就是这个领口的地方也是开比较。多，所以呢，我那种脖子比较短的人，其实看起来就是，我觉得变得上半身变得很薄，就是很窄，就会看起来比较瘦。